这样。所以你是一个人来吗？哎、你喜欢拍照、没关系，只要你关注我们单身娱乐台，他一定会来。好赞哦！那今年啊，我们比较没空。对啊，没关系，还有别的团可以听哦。对啊，听听看，认识新的团对你来讲，搞不好会有其他的收获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们看到小朋友都坐在那边很开心的玩吼。哦，为什么你？他们现在已经计时了哦，计时了，已经开始计时了。我们现在比赛就是这样啊，其实这是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啊，然后大家都是一样的规格。对啊，其实音乐的比较的话比较难比较了、但是如果是在同样的时间完成一些事情，哎，那个就可以稍微来评论一下大家的安排好不好，大家的一些编辑、所以现在他们还在准备。那妹妹，你们应该是第一次、第一次听乐团，对不对？哎嗨！声音越来越丰富，表示他们准备越来越完整了哈。对，时间依然在走。哎，那先共发一下好吧？哦，原来是哈嘎哈嘎你哦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生物卡拉。哦，我们今天第六个团体，我们的少女卡拉。耶。今年是第一个、唯一的冲哈嘎的乐团啊。哦，我要翻译就对了。今年是阮是唱客家唯一一个安尼。所以我要翻国语就对了。哦，还是再稍微测试一下哈。对，温嘉姐，能躺一下，让他们测试一下，因为这是比赛啦，这比赛就是这样。而且你们可以听到现场测试，真的是算不错哦，很少会看到这种东西。而且这个舞台就是这样，你可以在前面看，也可以在后面看。这舞台太特别了。好，他们都在准备。那就直接唱，直接唱。裁判已经准备好了。直接唱。准备好了，哦，评审老师，这是第六乐团，我们的少女卡拉。
怎样。会当去 Google 搜寻问，好不好？是吧？有哪里的声，甲阮做伙，好不好？我手卡啦的时阵，我手消毒的时阵，你都讲卡啦，好不好？三四七礼拜 ，OK， Let's go。我手消毒，你讲卡啦，消毒，消毒，我手消毒，你讲卡啦，消毒。团阿伯，小鹿，小鹿，耶！奥吉拉巴，奥吉尼 ，Let's go！
好，时间无够，后一条歌插队，把你的手招稳。咱来练一个拍鼓啊，来。哎，啊，哦。这条歌是叫插队，讲一个插队的故事。排队排中昼顿，才拄好拄到你。我排伫你后面的后面，欢喜一个向前行去，行去你身边。讲无两句，后壁的小车，目睭煞青紧紧。小姐来听歌，莫阁看海啦。到底发生啥代志？三个人乌日拄袂晕。爸，喂，假使托起。无要插队，嘛无会无烦你。安怎你会这想起 ？Come on， 喂 ，Just talking， 嘛无要插队，要袂了解事实，要试呀呀，这人的眼神。
下，我是小卢卡拉。那是你的事，但是你介意会当在 Google 搜寻阮，搜寻阮上好一条歌，希望你会当对阮做伙唱这条歌，叫做《日头花》。这里是我们的2019新北市共寮国际海洋音乐季，我终于可以站到舞台这边跟大家聊天了。我这样做会不会太嚣张？好啦，我们今天是我们的海洋独立音乐大赏的初赛，我们这次初赛有30强，
好，在这三场我们分三天，今天、明天还有下礼拜8月3号，好，每天有10团，好，在这边跟大家见面，然后用他们的音乐来跟大家交流、交朋友。好，刚刚都是少女卡拉一样，我觉得今天每一个团体在我们旁边都有那种看板，我们的演出时间上面都有乐团的名字。